谁敢请大胃王吃饭？对啊，谁敢请大胃王吃饭？这不只是你们的问题，也是我一直梦想着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谁这么有种，来看看他是谁。来了。哼，逼个人就锁。哎，这个月油钱花了600，房租5000，外卖3000，蹦迪还花了1500，还剩下我。哎，怎么还不发工资呀？喂，所长，一起吃饭聚聚呗。太好了，没问题呀。你答应的这么痛快，该不是没钱了吧？我怎么可能？我这么富有，怎么会没有钱吃饭呢？哎，我真的，我请你吃个10顿8顿，那都没有问题呀。真的吗？我饭量可有点大哦。哎呀，怎么可能啊，女孩子吃饭能吃多少饭呀？好吧，那明天不见不散了。行，明儿见。哎呀，一个电话和一声来吗，谁替我祈祷，替我烦恼，为我生气，为我闹。吃饱开始有预兆，月薪被我们慢慢吃掉，然后钱包被吞没了，撩妹变成了镣铐，怎么得了？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，但是我的钱包里面钞票那么少。你不知道这饭对我多重要，是道菜才吃得饱。你对我怎么那么好？你好，来了老弟，来了老弟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，反正就是我今天要请你吃饭了啊。但是为什么选这家？对，这个其实，哎，这个好意思跟大家说嘛，其实就是月底了嘛，然后作为一个月光族，这月底了就手头就是银根比较紧，然后要请你吃饭，我就很紧张，所以我特地选了这一家潇湘阁，因为它是驰名远近的，方圆500里的这个辣啊，特别的辣，我就希望能辣的让你少吃一点。哎，我记得你也不是很能吃辣。对，然后这样咱们就一起吃的少一点，这样我既完成任务，我这请客这个也能拿下。哎，那你这有点不地道。哎呀，你先看看吧，你要能多吃呢，咱们也可以，好吧？那既然你耍赖，那我也要耍个赖。啊，你想怎么着？那我们做个小游戏吧。你也不是很能吃辣，我也不是很能吃辣，那今天就你给我点菜，我给你点菜。啊，就互相为难一下对方呗。对，因为我之前吃过他们家，我知道他们家什么菜是最辣的。那我没吃过呀，那我只能看菜谱了，好吧？好，来上菜单。这菜单我一翻，我觉着呀，这个就是谁先给对方点就很关键了，因为这哪个菜特别辣，这一目了然。对，越红越辣。那这样，咱们不是你刚才说点5道菜吗？那咱们就菜石头剪刀布5次，然后每轮谁赢谁先给对方点。好。哎，那就看看运气啊，幸运女人是不是眷顾了我啊？来第一轮，好吧，第一轮来石头剪刀布。你直接看这个菜单就好了呀，上面辣的都能画出来。自己挖的坑啊，是吗？酸辣鸡胗。行，我给你来一个那个特红的小炒猪肝，这全红的。小炒猪肝是他们家第二辣，是吗？哎，还可以。来第二轮，来石头剪刀布啊！真二哇！幸运你选的萝卜干腊肉。我要点的这个呢，就也特别红，叫宁香花猪肉。果然这个好红。第三轮啊，来石头剪刀布，哎，那我就要再点一个啊，秘制牛蛙。你江西？OK。辛苦了。石头剪刀布，哎。一个野山椒牛肉丝吧。行，那我看看啊，那就剁椒鱼头吧。行，你看我给你点的菜多一点。哎呀，这分量很大呀，感觉。然后最后一轮，好，石头剪刀布，好，你来吧。看看
七千单吧。行，看着这个，我超喜欢去七千单。我已经开始分泌口水了，豆角茄子吧。行，这所有食谱里边唯一这个红辣椒多一点的。好，我有一问题，就咱们是干吃这十个菜吗？总得点点米饭吧。对，你看你给我点的这就太素的，什么豆角茄子。不是，我是怕咱们干吃吧，咱们一会儿没两下，我就会辣。米饭可以随便加吧？米饭，米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上上菜吧。好了，那我们十道菜就都已经上齐了。我两个字形容一下今天的菜，就是好呛。我看这一片的红啊，我现在就已经十分恐怖，头皮发紧啊。那今天十道菜，你五道，我五道，那你也尝尝我的，我也尝尝你的，好不好？好呀。先吃我的吧。来吧。这个牛蛙刚才还开着呢，但是味儿太呛了，我就给它关了。是吧？来尝尝这牛蛙。哦，谢谢。热乎的啊。给你选了条大长腿。我得准备一下。哎呀，是挺辣，但是我觉得还行，这才开始啊。好，这牛蛙就是很嫩的那种，确实是很嫩，蒜瓣肉，外面裹着一层辣椒油的那种辣。啊，我觉得还行，但是身体是变不了的，我觉得我的脸可能已经红了。还行，这牛蛙我能接受，但是好辣，我们今天这辣椒就不用吃了。辣椒都别吃了，咱们不要这样。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花猪肉。这个好像是带猪皮的，然后有点那种胶质透明的感觉，五花三层的那种，炸应该就是煸过的，还可以，这个还可以，挺香的啊，没有那么辣。第一口，加一汤。是，就是比较辣的。我已经开始出汗了，怎么着？你尝尝我这边的。行，尝我这边。我先来了。好，你先。不要蘸汤，这回死也不要蘸汤。可是它就是在泡在汤里。泡在汤里。你悠着点。鱼头是不是应该还可以？辣度上来讲，我说。鱼头还行。这个鱼头是有部分有点柴的感觉，而且有一丝甜意在里边。旁边的肉是有点柴，而且没怎么入味，所以它不辣。你尝一下那个新鲜蛋。尝一下这个新鲜蛋。这个新鲜蛋啊，它就是炸过了之后，它外面会有一点虎皮的那种，它会更吸收辣椒油。确实是，它其实有点虎皮那种蛋，味道还是不错，就是它那个口感上来讲，会裹更多的辣椒汁儿。对。行，这道菜辣的够味儿，我都能看见我鼻子上的汗了。这个其实挺好吃的。这什么呀？萝卜干腊肉，这个萝卜干也好吃，腊肉也好吃。这个萝卜干有一点甜，会缓解点辣味。再尝尝你的吧。来，我尝尝这个吧。尝我给你点那特素的。我觉得这个还行。非常友好的这个，这是豆角茄子啊。这道菜太友好了，我今天最喜欢的一道菜。先不要这个，我就不要先说这种话啊，咱们先尝一尝。这个挺好的，这个没有什么辣味。是，这还可以。今天的菜。千万不要蘸汤，绝不能蘸汤，绝不能蘸汤。尝这个吧，猪肝。好，这是我给你点的第一道菜。还好 mini 也不是特别能吃辣，我觉得这个我这战略上是对了，但是战术上这些菜本身还是太辣。那今天这个，好难得啊，看 mini 这样吃着这个浑身辣到出汗。牛肉，我觉得这牛肉会好吃。湘菜做牛肉应该是一绝，他们做那个小炒黄牛肉，我感觉这个应该也是用比较柴的那种黄牛肉做的。黄牛肉，其实这是吃出来了，肉馅硬，它是有嚼劲儿的，算是。这个还好，这个上面不是特别辣，但是下面有汤的地方就不知道。不敢。一定要尝一下这个。哪个？酸辣鸡胗，这道菜一定要重点介绍一下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它是他们家辣度的 top one。头牌是吧？对，特别辣。头牌了，我也别这拘着了，我直接来一个油光的啊。死人已疯，直接辣了我一排的汗珠全都滴下来了。我觉得这样啊，咱们在油这个就是本身的这个油漆杯子上再加一个小挑战，好不好？这不是最辣的吗？咱俩一人吃三个，你敢吗？敢，来。好，来啊，自己加自己的啊，有没有诚意看就看自己说了算啊，来吧，来三二一。加饭吧，加饭。我口腔其实已经有点发麻了。
我头皮发麻。好，咱们还有最后几个呢，最后一个了。一个那是什么呀？紫姜鸡。这道菜有点分辨不出来哪个是姜，哪个是鸡呀、啊。好，就这样，姐姐来十个，来十个，再来八个。嗯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直接上十个，上两个哪够？不够吗？不够。好久没有。十个菜都已经尝了，咱们又进入胡吃海塞的阶段。胡吃海塞的阶段吧。你觉得这里边你最喜欢吃哪个？不是，我不说哪个最辣，最喜欢吃哪个？萝卜干辣肉。哎，我其实也是，我觉得这个辣肉是它跟主要跟它跟别的菜风味上会有些不一样，有特别一点。其实对其他菜的味儿，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。对，但是这个有点烟熏的那种辣肉味，萝卜干还很甜。对对对。然后如果再说好吃呢，酸辣鸡真的很好吃，虽然辣，但是真的很好吃。我会第二个，那要是我说第二，我会推荐那个金钱蛋。啊、哦，对，金钱蛋。难得啊，跟 Mini 吃一顿饭，我也干掉了一碗米饭。我觉得你们这节目可以改个名儿，谁敢请大胃王吃饭，应该谁在谁看着大胃王吃饭，我们就请的就是看着的。它剩下都是什么呀？泡椒吧，都是辣椒，辣椒和泡椒，全是红辣椒、泡椒，然后几乎就没有什么别的了。对，没了。我这个挑完了。普天同庆，该说今天的弹幕话题了。今天的弹幕话题就是，如果你的朋友来你的城市吃饭，那你就推荐一家餐厅嘛，就是城市加餐厅。好，咱们开始。我就北京的，我会带他去吃贵一点，吃大董，就小大董这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又能吃到烤鸭，还能吃到比较偏新潮一点的创意的北京的那些菜。我是延吉人，如果大家去我们那边，首先延吉冷面。啊，对，那当然。其次是烤肉，我觉得延吉烤肉真的是一绝，会有很多特色，就是没有见过的东西。哎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你刚才点这十碗米饭，你首先我问你，你是算我的了？算，怎么那么算？但是，我之前那个一般啊，都是十碗打底。行，可以。我觉得你好像喝饱了是吗？我已经有点顶了。我现在一碗一碗清盘。就是你就清那些吧，这个鱼头就交给我了。行，说的好像特别大义凛然。实际上我只吃这一盘，看你吃饭觉得真的特别幸福。我觉得这顿饭不算白请，真的。虽然我自己也被辣的崩溃了。其实你算是行的呢，就是真的。我跟好多朋友吃过饭，基本上都是在我吃到一半儿。中途的时候他就吃不下了，你今天还陪我吃到中下游。还中下游，那我还可以。还可以。说心里有点安慰啊，心里有点安慰。最后一碗，在这儿。行，刚好六个缝。有个份儿还行，我也就吃回转寿司的时候盘子能落得你这么高。哎，我吃回转寿司，你知道落多高？有三个我这么高，120盘。那就是我一般吃顶多吃10盘，就开始撑。我要是贪吃一点，吃到12-3盘，那你吃120盘的话，那量岂不是我的十倍？嗯。跟你吃饭时间特别打击男生尊严的一件事。还好你已经中下游了。也是，这么说有点安慰，干干净净的这一盘也吃掉了。可以。等会儿，还有两个蛋。把饭吃完。其实咱们今天就应该点个红烧肉下饭。其实咱俩一开始就应该友好的。是，这不是上来火药味太重了。蔡丁格，我们来给对方点。行，这是今天最后一口了。最后一口。我就不夹起来给你们看。我其实一开始还是处于缺氧的状态，吃到最后缓过来了，倒是好多了。是。对，吃辣这整个是一个高开低走的过程，开始会比较辣，辣的比较崩溃，后来就好了。行，好，吃完了，耶！哇，这种菜啊，就吃完了你就觉得爽了，真棒！而且今天有人买单，还好了，还好了，可以，没问题。这是给你面子，我吃了这么多米饭，不然就加红烧肉。是，谢谢。好了，那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关注。今天这道超辣的午餐结束了，然后一共和所长吃了10道菜，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今天和所长在这里吃10道超辣香菜的 mini， 都是不加王的，都是大胃 mini 哦，还有我们逼哥研究所。谢谢关注大胃 mini 和毕尔所。好，挥手一分钟，拜拜。